妆现在都是有这种，确实，真的，就真是的，我想要好看一点，结果他就有肌肉，挺好啊，你的肌肉很好看啊，我，你也有肌肉啊？你的肌肉很好看。我鼻子上都是猫毛。OK，你看到我有没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？有没有有一种很啊，奇怪的感觉？其实就是很久没见你了，就想看看你，所以跟你连了麦。我也是，单纯是吧？你又没有找我连麦，真是的，是我找你连麦的。我来，是婷婷，来从给来你没有看一个，注意到给你过，介绍一位帅哥，我给真你的介吗？绍一个我的室友。还是很帅哥，我怎么频频出现？我今快天，快快，大姐姐哎，是吗？这个风格跟刚才几位都不太一样。嗨，哎，天呐，嗨 ，Hello，救救我！你好，你我已好，经真做的好了太心理搞准笑备。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害羞，我真的服了。对啊，我知道我今天是不该出来，你知道，害没有我没很有，尴尬，真他的。害羞是很正常，就是他可哇，能他的见你发的色美，那那个个好很好正看。常，我等一没下，错。我那个耳机听不到。他喜欢你的发色，对，很好看，哦，是是真吗？发吗？对，是。耳。我也很喜欢你的声音。啊，她是台湾妹妹，她是台湾妹妹，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，真的呀，真真的，的，我是很多台台北湾的，的。哦，是台北，那我朋友是台中的。哦，对，就本来我当时升初中的时候要去台中念书的，然后就还是一些机缘巧合就没有去，因为我要去台中的话，我现在就不在这里了。确实，那挺好的呀，待在这儿。哦，有种，对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啊，你叫你姓什么呀？姐，你是不是连话都不会说了？我的妈！他都叫我他，就是你可以，他叫婷婷，他都哦，叫我婷婷是吗？对对，婷婷。为什么叫我婷婷啊？其实很少人会叫我婷婷，就你。叫芝婷吗？那就。对，大家好像都叫我全名。全你名叫芝婷，简芝婷，简芝婷。简芝婷是吗？你哦，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叫做郑你德猜？多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家里人希望我钱挣多一点，郑就德叫多郑德多。啊，对，他叫郑德多，真的，他的名字本真的，名，他的名字是不是很，就是让你会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是吗？很吉祥。是啊，就是他就是个家吉里人祥物都是啊。这样子。你看他像不像吉祥物？没有像了，我吗？叫丹尼了，开玩笑，我叫丹尼丹尼，，Danny，你叫我 Danny 就好了。嗯，丹尼，丹尼，对，丹尼，丹尼，好，那你们录制会不会很辛苦啊？辛苦吗？辛苦吗？现在吗？其实挺天呐，快乐的，我很期待节目出来，就是你很可爱，然后可能你上台就是哐哐哐，对对对，他很，就是他很不一样，他藏 很很牛，深的，我知真的道，没但有。对，就是那种就是。很可爱，然后上台就很有魅力那种，对，他反就是差，超级我反最差，喜欢了。他然超后我反期待差。下你们的舞台，我感觉你们录制还是这个旅途还是蛮特别的哦，旅怎么途，说呢？旅 途，是哦，是哦，是的，是啊，是不是蛮特别的？这里待了一个半月了，快来在酒店躺了，好希 望躺的你这段时间令我和挺你们的深朋刻友的。们都可以开心，然后在这段旅途中可以找到就是。Yeah. 更好好的。的友谊，深刻。好好的，的，好的，丹尼好同的，学，丹尼，丹尼同学，好好的，啦，丹好尼同啦，学，去，救好救的，我！慢慢你跟快蛇去跟蝎他们来聊广会儿州的吧。话，让唐，然后让，就是你的朋友下次来广州，我可以请他去按摩。我们家这附近新开了一个很好按摩的地方，好，我下4000块钱，次，很可近以啊，过来很按近，摩。好。行，那我就先就是下播，差不多快到时间了，我就先关去了。吧，你去吧，我们也快下了，拜哦，拜，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，下次聊。安妮拜，拜拜。拜。这什么？啊，谢谢，幸好你们都在 H 队送的10周年快乐。